行得是非，钱道冲，坤道冲，人事无关。天官赐福安。啊，请坐下。那是那是。啊，时间的话呢，啊，真紧啦吼，啊，一部分嘛，从咱的数。那各位前辈呢，今日听着咱啊刘讲师呢，主笔来甲咱讲的主题，咱就了解了。有啦吼，啊，所以讲呢，啊，有了解呢。当然，人讲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既然了解了解尊师重道，那么以书来讲起来，无非嘛是指咱一条的明路啦。哦，所以讲呢，而且咱知影了解就了后，唯有就是付诸于行动。啊，因为呢，咱在座应该是拢有得到了道，啊，但是道，咱无去共行。其实要教也是困难，所以讲呢，有菩萨的心，无菩萨行，要安怎当做菩萨？啊，所以讲呢，今仔已经甲咱指了一条的这个明路，后来讲回天之路嘛。哦，唔是讲我阿目睭开起啊，啊，请师父、请导师吼来甲咱带路、当师傅。如果咱安尼当根基。自古至今，到现代都无修行啦，就没有修行了。所以讲呢，一切所在，咱已经知影着转去的这一条路，嘛就是讲因为天时应运，命数当时，又有何生啦？啊，所以讲呢，上天才了解这个命，何以？会当拍开了咱的玄关一条，哦，人讲吼，啊，一条通，条条通啊，飞天之路已经互咱入定，当然咱要出，哦，每一摆要出去，都知影一条路，啊，咱已经知影，啊，唔过咱一定爱行，一定爱做，咱无行无做，其实时间一滴无输，一滴空，一滴流输。哦，有人是啊，人讲棺材吼，毋是底，毋是底楼啦，是底死，底死啦。所以讲，个一份爱死，百份爱死，咱拢毋知影讲，咱无法度啦，是嘛？所以讲，修行上解脱的时间，就是当下。当下你做的就是，哦，来讲先，今日你跟各位浅显大德来遮，我会走讲过，咱是。啊，无咱大家有心要来扶持，今仔日江苏伊嘛，我讲伊则成功了解啦。哦，所以讲咱今仔日来哦，修行的目的是，伫咱来参悟了解这个道了了，咱今仔日所得到的功德，已经自主动播到天堂、地狱、阴间。咱各位姐姐，即摆恁遐薪水工资拢主动汇款。到后来归算薪水的，应该本来老爸都还啦吼。啊，所以咱问干嘛讲话？咱来遮济公司，当然咱来遮会当感受到伊受苦的苦恼，受真理的启发。咱的祖先可以当来参悟了解这个社会，咱来可以当哦得到了解个功德。所以咱讲修行的人一定爱有两本戒定论，一本是戒定论。一本是压天币啦，吼、哦，台币嘛，哦，台币啊，一个是叫做天币，天币就是功德，所以讲个天上无迄个无功德的神呐，无功德你敢要甲拜？各位先生，无功德的事，你敢要甲拜？不可能嘛！哦，啊，所以讲呢，人讲吼，你转去一定要有功德。这个功德，那当然呢，也就是讲，咱一定平常时就爱不断的累积。哦，啊，咱今日是上天开一个方便，方便互咱会当圣缘并行一方面来探知，一方面来修炼。哦，爱用太功德。
哦，啊，咱无想讲，啊，去做咧嘛无啥，哦，感觉无啥，但有小步接到嘛会到嘛。你认为无啥，毋过累积起来了后，这就是咱未来转去的按工点。哦，所以讲咧，咱一定爱相关者嘛，哦，相关者嘛，哦，啊，根本上咧，互咱有这个机会。所以讲咧，咱每做一件，哦，拢主主动拨款赠予咱的天堂的天国天堂。啊，这个咱爱不断啦，哦，所以讲咧，啊，有合适的机会，希望咱更去增添。哦，咱讲帮用头汗也不是汗，哦，因为咱会使咧讲，要食饭会枵死，所以佫较无用哦，实在白白的，哦，人就枵，哦，因为枵着体力无去，严重性命无去，所以咧，当然咱今日去修行，咱问题是讲，啊，迄无啥，当你看见，志工老师又讲一段。伊讲徒儿啊，哦，当你阴阳两隔，当你阴阳两隔的当下，你较知影，佮有另外一个世界，迄个时阵你就想法，但是你明脱离微心苦啊，你当啥啊？真正有一个哦，有一个天堂甲地狱，有一个天堂甲凡间的。不过咧，当你了解是你灵脱离开去了后，你当互你觉会到，唔不伊个动啦，你要去做咧嘛，已经受吧，因为你的灵我都搁倒转来。所以讲，个老师甲恁讲个，唔通等到迄个时阵较知已经受吧。所以讲个，咱一定爱哦，听诸佛菩萨以对咱的显化。人搁较无用，哦，嘛，伫修行内底一定爱把握住头，因为道场内当然你做个咱是做袂了，但是若讲有时有阵啦，吼，唔讲逐工啦，哦，啊，咱着该趁钱趁钱，该来会当来学习个，哦，咱来学练习啦，来学当书啦，吼，啊来遮服务啦，哦，做厨房啦，哦，啊来遮个清洁啦，哦，啊咱会当来帮。其实伫咱帮忙的内底，咱就是在修道了。哦，啊，因为咱嘛爱主动，啊，咱嘛一定爱了解，哦，人生的，伫这个世间内底，唯有真正，哦，一定要修。啊，爸爸伫这个讲他，哦，啊，无钱世间稍纵即逝啦。啥物较重要？咱讲以前，世间啥物较重要？钱上重要。哦，无钱万万不灵啊！哦，无钱万万不灵，所以讲钱上好，其实现实面嘛是啦，不是讲不是啦。哦，啊，只是讲咱有这个大道呢，哦，所以讲个一切所在，咱爱会当去体会。哦，啊，诸佛菩萨呢，住在人间上，无畏无惧啦。哦，啊，尤其是咧，咱个已经变很多啦。哦，啊，因为咱个做工业，其实要改变一切困难，所以我们咧进得来工业，咱偏做，偏做有啥物？食八百二十块，啊，偏做本来是食二十块，但是伊过来到我食到八百二十块，啊，这个是讲偏做咧，就是去做工业。去甲伊帮忙细汉，哦，啊，所以讲咧，周公的这个师傅就是这个皮祖，但是这个周公咧，伊知影皮祖已经退休，将个大将啊，哦，啊，所以讲咧，伊就交代这个皮祖讲啊，你吼啊，杨氏吼，你会当先登去领导，哦，啊来服用伊的时段。但是周公无甲皮祖讲，为啥伊一定要去得？伊无甲讲。哦，啊，伊就伫我遮大诶，拢做有偌济个话吼，我算算个吼，啊，伊就是转去。哦，要恁个时代会当相处。当然啦，即个
可以做为英雄，讲吼，啊，就千奇百怪安尼，啊，咱就是照安尼读书。所以讲，伊款款的呢，我啊就无当。那么呢，长期的时阵呢，哦，伊我是碰到一个富人啦，富人啦吼，牵一个抱一个，巴肚哥一个。哦，那么呢，伫这个时阵呢，这个边做上，啊，这个富人啦吼，他伊一直往这个河涌一直行去就对啦。甲看吼，安尼敢若像咧边啊边寻短见，吼安尼。啊，所以讲咧，这个皮肤咧，伊这个时阵咧，就讲，啊，这个外省外省，吼，啊是安怎，吼离开原主场，伊讲，啊我都，吼伫分来咧，伊个先生啊吼，地有一个大病，吼啊伫分来咧，拢已经。少钱少甲人嘛，拢惊着嘛，唔敢讲要去钱啊。所以伊即届转去伊娘家，甲四大人吼，少一寡钱吼，要转来甲伊先生伊爹啦。啊，结果伊多呢吼，四大人抢去安尼就对啦。伊讲啊，干那安尼钱抢去，因先生先生咧，可能要伫爹嘛无可能。哦，啊，所以讲咧，无可能去无钱。讲一句较下，佮伊家己无钱通生活，啊，唯有就是来讲死死的就煞啦，哦，所以伊较咧去自杀。那伫这个时阵，这个皮座的主教，哦，甲伊讲个讲，安尼我是我家儿子，哦，啊，这个恁可以同意，会当甲恁先生伊，啊，会当互伊，哦，安那咧会当互伊生活，哦，啊，当然咧。伊这个当下内底，这个农民人咧，吼，伊就回心转意，都已经有钱啊吼，爱当伊先生的地，可以当生活。咱讲真咧，咱这个天主伫这个时阵，当作救鬼了呀。无条啦吼，哦，无条啦，哦，因为伊看这个。啊，倒去一个，佮伊家己死位嘛。啊，因先生若无借钱倒去，嘛是爱死嘛吼，所以救着五条。那救着五条命咧，当然无安尼，伊就一直要去当兵啊，结果去当着桃花李啊。当着桃花李吼，听伊讲，当就是表哥也爱表弟，爱亲戚关系啦。伊讲吼，讲啊，这个别做别做，吼，啊，你是欲去倒去，佮别当兵。哦，因为阮先生吼交代我，当时安尼就对啦。啊，这个桃花女想讲吼，这个周公爷交代这个地主安尼咧，一定有原因啦。哦，所以有咱屈指一算，算出来讲啊，就是因为地主咧，已经长咧二十岁啦，已经就要结束伊个生啦，所以周公就是因为安尼。那交代伊较紧转去调理的时段，会当相处，啊，互伊家己友好时段，吼，安尼一段时间。所以讲咧，伊去算着安尼了后咧，啊，安尼变做，哦，毋过伊去算算，无啊，安尼有救啦，有救。即个周公咧，伊有救啦。所以讲吼，因为为啥物会啊有救？周公刚无去算着。天主比较无救，应该伊有算着是无救嘛。咱若有救，伊会甲讲。那么去当着天，去当着桃花女，桃花女算算讲伊有救，为啥物有救？两个人个心态无同款。啊？救。哦，对啦吼。因为批周公甲神无救，是因为伊无功德。好，那么桃花女算着伊下当有方法来解救伊家己，因为伊已经救着五条命。所以讲啊，安尼有，因为伊一路咧吼救着五个人，安尼吼我帮你想一个方法。伊若无做迄功德吼，众神咧助伊吼，可能伊无功德。敢是安尼？所以讲，若讲做公益，做公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讲，即个桃花女甲讲安尼好，我帮你想一个办法，
你摸是摸面哦，伊对一个来设这个油画的，有这个水果啦，吼啊，有这个鱼汤水吼，啊，就伊迄个所在来祭拜，这个八仙会比较贵，吼、哦，会比较贵。啊，你比个按刀叉，当这个八仙哦，啊，就来遮，伊安怎讲，哦，得罪大妖嘛，吼，啊，去抓，所以讲伊来到遮一定会当个食斋。敬告爱洗手巾，伫迄个时阵哦，你呾花酒尔，哦，所以讲咧，这八仙哦，我是啥物人，啊，你正好咱看见我遮，所以因吼啊，着食鸡鸡啊，洗面的，该洗拢洗好啊，下坐伫个安哥他伫啊，我讲救命哦，救命哦，安尼吼，啊，救命的时阵咧，伊就出来啊，伊讲为啥物八仙在咧问人，我讲为啥物咧花救命，伊甲这个情形讲无听。这个八仙想讲，安尼人遇到困难啊，啊物件甲食落啊，敢是？啊安尼要安怎？嘛袂使定定念啊，对无？嘛是咧表示一个，所以讲咧，啊因这八仙内底是迄落，要退休十岁吼，退做啦，哦，啊这啊拢十岁十岁，但是这个啊这个啊异体怪的，中哥啦吼。用过了嘞，伊嘛想讲，哇，大家拢写十岁啊，啊，伊嘛想讲，大家写十岁啊，这也拢十岁啊。结果伊要写十岁，写一个无拄好，写一百，写一百。啊，剩咧就是讲，哇，啊，恁这时代吼，一百恁才写十岁呢，啊，好啦，好一百，所以人袂怕二十岁。啊，所以讲咧，这所在其实嘛，就是讲咱一定要认真。所以讲世间。咱嘛捌叫相对名吼，为拜阿弥，唔拜。那么相名有三种人，我相名相先生相未准的，有三种人。因为生命随时，咱的命随时会改变吼。哦，虽然这世人我注定来就是一定爱安怎，但如果一定改变。三种人，因为相名先生依着你的哎，这个啥呢？生死离归，你的。这个哦，这个啥的四条生死离归，一旦断定着你的结局，唔过有三种人上得准。对三种人，做善的人、修行的人、甲做恶的人，这三种人上得准，最上。就像周公咧算下作嘛，对无？伊甲断拢甲分四个二十岁，哦，啊，结果桃花女算。伊算起来，伊就个算起来都无同啊！啊，无同是因为天作因素改变着伊个命。啊，所以讲咧，这三种人个命运咧，宿命先生宿命。所以讲，你去学宿命先生，甲你宿着好，你慢慢有通改善咧。因为你宿着好，唔过你后壁微微做歹，有哪会改变？但是若宿着歹，你慢慢厉害啦。进入这个都要好好来修炼，你也改变了。啊，咱就用这个五姑娘与五剑神姑娘，当时因老母叫相名，甲相名，估计食到三十五岁。老母因妈妈哦，着急嘛，你来无影呢？哦，这个歹代志啊呢，所以跟煞去学三相名，甚至拢甲相，真正。是，哦，但是即摆食到八十几岁啊，哦，身体佫偌健康个，为虾米？因为伊惊受用这条路。啊，人古遐尼是真正用咧牺牲到亡命个呢，哦，所以讲命，哦啊，所以讲个，啊，咱各位先生大德啦吼，注意，哦，咱一定有得着个，咱一定来好好修。人生注定是非常的关键，哦，一拜佛念佛，希望大家得佛，哦，啊，咱是得着有了凡的机会，咱一定来学习，哦，啊，唔通惊艰苦，哦，啊，来学习，你家己未来人生的成就，唔是为个功劳事哦，是为个人生未来啊，哦，啊，咱活咱的时，世间的时间太空多啦，一直过，一直过，哦，啊，化解的希望。贵族啊，啊，
啊，所以讲咧，人嘛讲讲言爱无分，人无言无分。哦，所以无言得到希望伊咧，个咧，拢总会当先从恶转去按公平个，这个是咱个分。哦，啊，咱这个分，哦，一定就是爱伊家己，哦，一定爱家己来争取，不是把人做过来。啊，咱做个嘛，咪照你把人家去。哦，啊，所以讲咧，咱有缘分分发达。哦，啊，有当一定要过来。哦，啊，会当哦来得人才，咱一定来。哦，无先靠。哦，那多迄个因缘，咱来讲，哎，我会使啦，哎，咱来慢慢进一进。哦，所以讲咧，这种的拢是咱建功立德，一个最好的机会。啊，阿希望大家好珍惜啊，因为我发觉，前贤章，前贤长条话，我讲我啊，真正唔捌看到我啊，因为我啊今年咧。天宇班长也发来啦，人是泰国的是因为回来，把咧单位有课，所以我去拢会无来。哦，啊，所以讲咧，今仔日哦，想讲啊，本来是西边就咧叫泰国的先生，但是我说啊，啊，你家那样，我发来去一个，哦，啊，来吃吃大家，啊，得一个缘啦吼。啊，不过啊，希望咱大家会当珍惜这个姻缘，啊，好好办办，刚好。好，啊，对家己无好诶，变做来改变，安尼讲好。好，安尼咧，咱就当风雨相修，哦，然后改变，未来咱要转去就有路，哦，啊，以上。或许而且同款，那出国咱大家身体健康，身体也无健康嘛，无路用嘛，吼。所以一定要先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顺利。咱个老公呢，我们这华人手工吼，咱目前人都是起起这个情况，一直在进入这个阿弥陀。小公大家来去高兴一下，是咧，去找一个来一班吼，我甲看嘛是会啊。啊，咱大家来高兴来较好，哦，是咧，又一个来好啦。何况咧，伊九月二、九月份的时阵，伊嘛是。在家己边啊，阿条条钱无偌安尼啦，安尼讲好，咱阿用钱话，伊即摆即个关卡翻出去，后一届我一定要叫一个来，那安尼讲就是没有问题啊。哦，啊，因为是讲咱有气象嘛，咱无说，哎，我无法度来，我无法度，啊，我无法度，咱是要咧健康面对啊，咱就讲好，我一定爱来高热，他私信你去高热，啊，准则无来，你嘛要我来来，你有去做嘛？对吧？哦，所以讲哦，只是老师讲的，多人叫做自我幽默，多人叫做多的幽默，哦，叫做诶，多人叫做度化，多人叫做浅化，哦，哦，安那何在道德里的是助道，哦，一生当有啊，大善如。诶，不和谐，因为吼，咱火场是公共的，吼，啊，每一个人也是体有感觉嘛，吼，啊，咱大家来上班，咱甲咱个外套擦啦，吼，啊，无话吼，就想你，一个想你，你甲关起就想我啦，吼，啊，所以讲吼，咱甲外套擦，来感觉较热个时阵，我甲你擦，吼，安尼吼，安尼。钱到充，婚到充，一起一般，心意一合，爱情单位，爱的起一般，爱连城，下雨期望雨期三千里，钱到一充，再充，三充，感谢先充，感谢不嫌不弃，感谢得失。坤到冲，再冲，三冲，感谢神明慈悲之功，感谢恩师慈悲之功，感谢德德师慈悲之功，感谢讲师慈悲之功。
五行五行三冲五行大运冲大冲三冲子夏辰寅冲子夏戊辰冲宋夏戊巳冲冲大运冲战冲三冲子夏辰寅冲子夏戊辰冲宋夏戊巳冲。各位同学，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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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